江粉资材今天披露定增及收购资产预案，拟以17.5亿对价收购东方亮彩100%股权。据披露，这次交易的70%将以股份支付，双方协商确定的每股7.35元来计算。江粉资材预计需要发行不超过1.67亿股。另外呢，公司拟以不低于每股7.35元的价格发行股份，募集不超过11.75亿的配套资金。另外呢，锦龙股份昨晚也是发布了一个定增预案，拟非公开发行股票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0亿，扣除发行费用之后，用于增资中山证券，剩余的用于偿还公司的借款。